那么这个呢就对他们压力呢就比较大了。对啦，漂亮，好的，大家看这球非常漂亮，反手再来啊，这种球在奥运会世锦赛中也很难见到。嗯啊，特别刚才难得的就是陈启这个反手位的一个反拉，大家看就这个球侧的非常大。嗯，